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. Hello, 我们要吃这家超棒的乌赖阿婆。现在到了那个山海经，看看外面的风景。哇哦！小喵，看没？哇，小喵喵，哦，喵喵，呜、哦，喵喵。哇，那喵喵 ，Hello。上菜啦，上菜啦，还没有到很多，现在还是一部分。Hello， 啦啦。Hello， 现在来到了十份老街，准备放天灯，但现在是下雨，但是还是可以放的，非常棒哦。看到天灯没有？这个，看到天灯没有？哇哦，哦，现在是十份的火车站，如果你们要来的话，就是这里放天灯，我们去天顶放天灯。一转眼我们已经回到了台北了，然后现在呢我们去打卡周杰伦的那个 MV 里面的奶茶店，然后呢现在在走，到了到了，就是这家麦吉，到了。 Hello， 现在打卡完店了之后我们就去唱卡拉 OK， 然后今晚跨年，这是2019年最后一天，是钱柜，今晚跨年，到啦。Hello， 这是我们酒店的阳台，看到没有？外面这里就是我的酒店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看到101大楼，超级棒的。你看，这里就是101，这是肉眼看的好近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直接看这里就好了，这个很好看。然后我们待会下去这个选东西。Hello， 现在到了宁夏夜市。饼好似几好食噶嘛？宁夏。哦，鸡脚，鸡脚飘。宁夏。啊，爸爸，还有那个咩？肉。好繁华呀！还有谁？我要食牛排。倒数啊，大家。三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让2019年所有的遗憾，2020年都能实现。新年快乐！我们都没有错与对。是待在台湾的最后一天，然后待会12点多呢就去登机回美国了。那么呢，这一期的 video 呢就已经完成了，然后现在在收拾行李，我们有4个行李，所以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，别忘了给我心，然后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等等，先别划走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转眼后又再如烟。哦，答应你们的彩蛋回来了，所以这一期来到了台湾之后，看看有中多少金。现在称哦，我12，哇，轻了4斤。OK， 好啦，那么这个视频呢，到这就真的完了。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看我这个视频的话呢，那就别忘了追踪我的行踪，然后就是下一期 video 再给你们看啦，拜拜。Hey guys,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don't forget to check out my Instagram.